事情呀，不要急于求成，因为播种和收获不在同一季节，中间隔着一段时间叫做坚持。要努力，但不要着急。繁花似锦，硕果累累，都需要一个过程。握酒者行必远，扶酒者推必高。无论你活成怎样，都会有人对你指指点点。这个世界，我们只来一次，吃想吃的饭，见想见的人，看喜欢的风景，做喜欢的事情。你理他们干嘛？